同学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节课呢，我们继续讲小品。上一讲呢，我们把这个作品呢落完墨啊，没有上颜色。这节课我们接着上完。上颜色呢是一个很细致的活儿。如果你当时的墨稿上太多，这个墨弄得太多的时候，它就容易脏，尤其是这个三面都看到的时候啊，这个点啊，这个角落啊是不能上颜，是不能用线的，不能用线呢，那么你皴的时候呢，也不能，也不这个地方尽量别皴，要用颜色啊，那个笔的那个形状，来表现它，表现挤把这个面给挤出来，拉出来，啊，这就是那形状的形，给它拽出来。要看我经常讲那个脸的颜色，啪啪啪这几笔啊，从这儿阴，从那边阴，啊，从这边阴保留这个形状，都是指这个，啊，凡是颧骨的，比如我现在脸这么看的时候，你们看不出来。如果稍微侧点的时候，我的脸的形状跟这个是一样的，啊，跟这个是一样的。那么你就要注意这个脸这个地方不要皴东西，即使画老头画老人。这个地方也要注意，要皴在坎儿上，啊，形成线的地方。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要再加上一点啊，啊，加上一个结构出来。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前后关系，这还是那线形素描里的东西，把它在这个地方提出来，跟水墨结合，跟色彩结合，啊。如果你上的太过的时候，就是从起稿上就脏了已经。其实，我让他深入，比如我跟同学说深入，他深入什么呢？他不了解里面的结构。我叫你找结构呢，其实，把结构把这角拽出来，啊，把四个角对正，啊，指挥这个角的一二几个这几个角几个点，指挥几个点在哪儿呢？其实。在心里面，心里面那个点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个尺子，这上有字是吧？这边有个面，这边有个面，这边有个面，你能看到永远只是三个面。这个三个面在后面也有三个面，你通过画前面这三个面，让人感觉到后面还有三个面，这才厉害。你把这个角拽出来。啊，把这角拽出去的时候，指挥他的呢是这个角，这个在后面，在心里面，这理性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啊，瞎蹭，画脸那啪啪啪在蹭，蹭什么呢是吧？他凭感觉，啊，凭感觉，你感觉不是在这个地方蹭，在这个地方是蹭瞎画，啊，就跟我们画一个杯子。啊，你给我这么画，再上画那纹这么画，人家这转过去的围着转，你给我横着画。他齐白石这么画过，齐白石那是意象的画法，啊，这花鸟画似的，要意到比不到，他那样做是可以的，那是传统的一种理论，依偎的平面编席子那种理论。那么你要画这个水碗的时候呢，就得是按这种样式来画了。画花纹的时候也得围着它转，是这样的，不能再上画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这是两个体系。上颜色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来的。如果你当时画素描的时候，你这一部分没解决，你没了解这个怎么回事，那么你首先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按光影素描画的，光影素描画这个体积啊，比如画一个圆球，它先画成方的。然后呢，啪，四个角削掉，变成菱形了，再把几个角都削掉，逐渐削成圆的，它是这么画这个体积，它不像我们先找个轴，弄经纬度这样来画这个球，它不是的，它是削就推过去的，什么都是推过去的，里面这个结构怎么穿插，怎么回事，它研究的不够，尤其我们在学它的时候，只学了一个方法，里面这个结构我们没有研究到。
这个时候你出了问题，你没弄清楚。到第二步，你再把这个文人画这个理论、写意画理论，再要求他的时候，更完了，啊！你皴的时候这么皴的，勾线这么勾的，就是瞎，等于是就是混着弄的。到上颜色的时候，你一定出错，啊！所以我们在为什么那么强调画速写？为什么强调画线形素描？啊，它跟线性素描不一样。线性素描是这个浮雕式的，加一点调子，然后勾一个边缘线。它是那种硬铅笔画的那种线条的东西，适合现代工笔。但是如果线形素描适合水墨画的时候，画水墨画这种素描，那么你就属于这一类的，啊，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它就要求有个科学性，它直接影响到你落墨，直接影响到你上颜色。我这个不是吓唬你们啊，这是可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我们现在开始，上这个颜色。好，还是先点这个小点儿是吧？你看我一点，你们就大概应该知道了。点什么地方？耳朵眼儿、耳朵后面、鼻子底下、眼窝啊、下嘴唇啊、上嘴唇、下嘴唇、下巴颏。我点的都是空啊，能形成这个小空间的地方。你虽然这个脸很小啊，跟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小，但是呢它是五脏俱全，你差哪一点儿，它放大的时候都露怯。比如你为了看它画的怎么样呢，给垫张白纸，看它够不够啊？抻张白纸，有人看，哎，就能看出来啊。有的地方还不够啊，因为有时候你这个簪子呢，有时候脏啊，或底下垫什么黑东西了，他脸老觉得脏。实际垫张白纸一看，哎，还可以是吧？啊，就这样，有一张白纸垫底啊，就跟他们搞摄影在调白一样。这只留着白啊，出的人可以用这个舒鹤，它有一种舒鹤的颜色，以前没有。
现在有一种舒克的颜色，远处的点点眼睛是吧。这个颜色有时候看着很浓重啊，有人觉得一般有人不敢使这样颜色，或者他们不喜欢使这样颜色，他们喜欢使那种就一变色一道釉那样的。我原来喜欢也那样，后来我就观念变了，画西藏以后这个基本上就那个观点调整过来了。因为西藏那个地方颜色是那样一种这个这个效果。
这主要是刻画这几个人。这比哥，这种是画面构成的一部分，画面结构呢显得有点这个，就结实一些，整一些。不能动的是规矩啊，你什么地方用线，什么地方用面啊，那线形素描的一些要求，哎，架子跟形体啊，跟那个解剖，然后透视啊，这些都是死的，不能动的。所以小品不是帅几笔，速写不是就是快画，啊，它是一个作品，有好多的要求在里面。画面虽然你在那儿细抠一些东西啊，但同时呢，保持着书写性，总体看是有书写性的。书写性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像那齐白石画那花鸟画似的，这个大写意的一种感觉。这种用笔要统一，啊，让它都有这种用笔，就感觉是一体，啊。
这小品就是小创作，实际上你就当着小创作去做，时间长了就摸出一套规律来。我们那时候经常就看着这个黄胄先生啊、周松老师他们啊，就这么画，我们在旁边给他们抻纸研墨，所以他用什么一用什么颜色我就知道，一点什么颜色我知道他该用什么颜色了。这张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等它干一干，前面加一点麻雀，穿一穿啊，把这个提款呢要提在左手边这个地方提款啊，盖一个压脚章，红的压脚章跟这个红有一点呼应。这张画这样就呼应一下啊。好了，这张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把这幅作品啊看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小品画呢其实很不容易的啊，因为小创作要画进去，要在那慢慢抠，慢慢找，慢慢比较，经常做这种练习，对你将来高创作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准备。我希望电视机前的同学不要忽视这个环节，不要以为画小品画就是画商品画，这个概念这太不好了啊！这个带贬义的，而且呢是这个很不严肃。小品画就是小创作啊，主要看你认真不认真。有人把这个小品画当成商品画这样去画，潦潦草草，啪啪啪几笔，很不负责任啊！就像我讲那个这个什么画一个芭蕉，画一个小女孩啊，要不就画一个什么老头拿一个举杯酒，就是李白，这个画个菊花就是陶渊明啊，画一个没眼睛的老头拿一本书就是禅写上啊，就这样的写，这样的画法，所谓的禅画，朦朦胧胧的看着好像是啊，其实那不是禅画，那把那个禅啊，把那个意境啊都给曲解了，那是真正的商品画。商品画就这么画，就这么简单啊，潦草艳俗啊，没有生活，概念化套路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非常严肃一张创作，来源于生活啊，是在画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就跟我们平常下乡啊，画速写啊，收集素材啊有关系啊，所以要把它作为你的素描速写这个水墨写生小品创作中间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希望提起电视机前的这个同学们、朋友们的注意啊，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问题。好，谢谢大家。